姐，咚！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来，干一个。来。以你为荣。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个排场那么大，这么大件事都能被你搞定，厉害。反正呢，我是该搭的都已经搭进去了，全都搭进去了。不过从结果看，还是值得的哈。值得就好。来，给我喝一个。以有你这样的老姐为荣。嗯哼。姐，今天这么开心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啊，我不去相亲。我知道。为什么不看脸？看不了了。为什么？那医院被封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今天本来去那个医院，想给你预约那个手术的时间的，结果走到他大门口，发现那医院关门了，上面还贴了一个大大的封条。估计是他们非法经营，所以才被封了。那，你之前交的那些钱呢？没了呗。打水漂了。你的钱还是我的钱？我的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给你默哀三分钟吧。哎呀，天意如此，感谢上帝啊。又不是钱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人品问题啊！我怎么知道？